战利品。不是，那是我枪没了，那是。哈哈哈。对，台北港拢会使发力，哎。我叫八米七号，是那个复兴南宫的主杯啊，茶杯啊。你熟了，因为咱你拢熟悉个了，对吧？嗯。八里路这边过去就到那个了，台北港那边。八里有一个五福宫啦，离个半山腰去的，有无？五福啦，安尼你唔念？哎，老天津那边个。哦，都可以啊，反正你不要那晒拢个晒，反正卖晒去淡水就好了，塞车。哦。我淡水，八里话分。对啊。对啊。在别人说辛苦些，你中国是、啊？你是啊，你南山的哦。啊，我是一个重点的人物呢，我不是南山的呢。我不是重点的，我是。你是一个徛店的呢。我是一关那个员工啊。员工啊，好。我员工啊，我不是一关那个女老板呢，老板是哪个？是老板呢？你讲那个哦。我是会请呢。恁那个孙好。我靠，真像我的孙，真的红灯了。那个女孩子吗？男的，我昨天有拍，高贤哦，高贤啊，我传到我的那个我们家的群组，你说哇，好像哦，改天要认识，我说好，我就把他我那个孙啊哈，给载来，你再说，载来以后两个对，哦，高贤，我讲惊到了，那还行，真的，那他也二年级的，哦，是这样。真的很像，我昨天有跟他拍了，以后我现在我已经传到群组，我要把他带过来，到时候叫他妈妈再带过来，这样对一下，看是失踪多年的兄弟，叫他妈妈带买东西，买些糖啊，买些什么都可以啊，对，失踪多年的什么那个失散多年的兄弟，失散兄弟啊，真正我讲就行了，结果。我照片给你那个孙子看，他竟然说不像，很像，连眼镜，然后那个表情，顽皮，他近视了，最近戴眼镜了。还有那个顽皮，就要上那个快速道路哦。吃了这么多，我们这边就要绕回去。好啊。顽皮，他那个顽皮度跟我那个，赶快，你嘛叫顽皮的，你知道，顽皮一样啊。这是中华路，这也有加油站，所以台北就是这个好处了。台北就是到处都有加油站，你知道？啊，加油站多，人大家都买车，你加油站少，人就无啊。啊，即摆讲什么电能的，电能那边插电的少嘛，人唔敢买。但唔过你唔敢买啦，你唔敢买，他插电是方便，唔过你一上车的话，你可以跑。300公里、400公里，不起来不走不到那些啦。你跑不到那么远啦。再说他买电动车，最主要说他家庭可以装，可以装个电动装那个，那装电。哪里家里不能充啦？有啊，在那个要另外装啦。比如说你大楼对不对？大楼爱屋啊。你停车位你可以跟他说要装那个装电动车的话，他会。